哎，我直接卡你屏，哎，你怎么说嘛？ 哎，完了，我死了，我闪！哎，他带的骸骨，哎，卡他平 A 也没卡好，第二下没卡着，这样的话他就多 A 我一下。你他妈的！ 跟我装什么？知不知道什么叫 A E 断屏 A 老铁。 老铁，差一波兵的经验。 拉我。 拿下你！破你的骸骨！ 该死了！我只能说这个诺手该死了。去你的吧！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拉扯。A W E A Q， 哇，太帅了！没有 Q 的蓝。
没有 Q 的蓝差点死了，但是我们的咖喱奥给了我一个盾，虽然说是给了魔法盾，但是他的爱心摆在了这里，虽然说没有作用，但是他想救我的这颗心已经被我记住了。他现在有大招，我们不要跟他打，多咱们一个大招呢，没必要。杀他其实也不赚。提亚马特，哎，我直接 W 隐身进内圈 EQR， 不想闪现杀他，没必要。直接帮队友去打这个去，杀他没必要，没啥用。他应该在这个草里面，但是他没有闪现，他出草就要被我秀。丢一下 W。我都说了，他肯定就在这个草里面蹲我，但是他出草就要被我秀，因为他没有闪现。我只需要在外面静静的等着他就好了，他很急。直接从这里隐身过去，不着急，下一个他就死了。因为他是没闪的，他都走到这种位置来了，不把他宰了有点不合适。Slain.
这两层差不多了。加喽！他现在这波是有闪现的，这波可能只能打他个闪。哎，你为什么不交闪啊？他刚才这波果断点交闪，他就跑了。我根本不出星石，我什么装备都出啊，我没有不出的装备，我的出装比较随意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也解释过很多遍了，但是老是有人问，就是出装这个东西就是想出什么出什么，没有什么限定的，什么这不能出那不能出，这出了怎么样的，那出了怎么样的，想出什么就出什么，自己出的什么顺手就用什么就完事了，你就直接把这个装备点开，然后这全部道具攻击力这里点开，每一件都可以出，想怎么出怎么出。你玩个猴子，你只要不出 AP， 想怎么出怎么出呗。你要想出 AP 的话，那也没问题，只要你能赢，好吧。出装这个东西，老有人在那里说的。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有些人是不是都魔怔了？出装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说的？想出什么就出什么。
真魔怔了。出什么顺手，出什么用起来舒服，你出就完了，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说什么哎，你出这不行，我出这不行。教别人出装的那都是怎么说呢，叫魔怔哥。玩魔怔了。海妖无尽，海妖无尽训刃什么的我都出过，这个经常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。哎，这个经常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，我海妖训刃啊，包括无尽啊什么的，我全都出过。